来看，咱国友邦瓜地马拉八月要来举行总统的决选哦。第一轮摕到第二座票候选人阿雷巴诺，我个是认为讲，伊是合我中国的候选人。也唔过阿雷巴诺总是强调讲，那所以当选台湾甲瓜地马拉的邦交未受到影响，嘛讲这甲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并无冲突。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讲，唔管谁当选哦，拢会甲瓜地马拉深化交流。咱国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会伫八月举行第二轮总统决选，由第一轮得票数上悬的两个人竞争，分别是托瑞斯甲经济党的阿雷巴洛。当年个瓜国外交部处长的阿雷巴洛本来台湾访问，也毋过因为主张扩大甲中国经贸关系，被看作是亲中的候选人。也毋过阿雷巴洛日前接受访问表示，无意改变台瓜邦交。And we hav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interest in altering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countries. Working in both directions, keep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exploring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completely compatible. 阿里巴洛表示，那当选会寻求在互相尊重的规范之下，甲中国参台湾维持良好政治关系。另外，一位候选人托瑞斯是主张强化甲台湾关系，甚至考虑设立经济特区。也毋过，瓜国大选一流政绩，阿里巴洛办公室甚至封锁锁，也引起美国观察。We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ongoing efforts to interfere with the elections in Guatemala. Guatemalans deserve the right to vote.未来任何政党的候选人当选，我国都有信心继续与八国政府携手合作，深化交流，追求两国人民最大福祉。另外，副总统赖清德八月都会出访巴拉圭，过过境美国。美国六位众议员联合写批，和美国副总统侯锦丽，呼吁伊在赖清德过境美国期间进行会面。向外界证明，拜登政府面对中共企图未惊退休。对此，外交部表示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赖副总统出访行程目前拢也咧安排，会伫适当的时间向外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